检测中心的工作人员明显不足。后来工作人员决定延长中心的运作时间，以便让所有排队的民众都能接受检测。工作人员也尝试劝请公众向诊所预约做方便检测，但是公众及小姐反映是诊所人员叫他们直接到中心来接受检测。我打电话去医院，他说要我来这里，因为 because of the 他们那边有培训，然后监控我们就没有新生，所以我们还是他只要我们回来这里，他们不可以在那里。他说到了中午12点多，工作人员帮忙号码牌后，各数组牌子，表示中心已经关闭。城市频道记者于厚伟报道。截止到今天中午12点，本地新增17起2019冠状病毒确诊病例，其中包括10起社区感染病例。卫生部发表公告说，所有本土病例都是陈浦城医院的病人或职员，或是很早前确诊的病例有密切接触，而且已经被传染的人。当中，有8个病例从陈浦城医院新感染群中首个确诊的46岁护士关联。这也意味着从陈浦城医院新感染群的确诊病例已经增加到了35人。而后宫宿舍今天则有新的病例，另外呢，本地。